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彭风告，然后继续来解那个宇宙之棘啊。我解完了，拎起来。这不知道是第几阶段了哦。他没有标那个几分之几，这样。第三阶段的不知道第几个部分这样。反正就是进化完那个科斯莫姆之后的，后面应该就，我觉得奖励很普通嘞，太阳眼。哦，下一阶段。科斯莫姆进化来的，可以再给我一只吗？什么时候才能再多一只啊？好，那这阶段还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又要再进化三只？再走五公里，需求投出15次 nice， 我怎么觉得我解过了？还是我没有解，没有把上一个解掉？好吧，那先这样。那继续哦，它的两个任务太像了，怎么可以像成这样？一个是 great， 一个是 nice。然后都是走五公里，你可以合在一起走十公里吗？还是这个是那个叫什么特殊调查，可以慢慢解这样，只要有领的话，那就记得就在几号啊？12月1号啊，我看看。记得在12月1号之前领起来哦，不然就应该就是领不到了。早上9:59，所以是11月30之前，最好就把它领起来。可以先放着没解，但是就记得领。那没领的，是不是就不能进化那个科斯莫古了？然后我不确定。这个把进化放在任务里面也是，他又不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可以进化，像那个不怕转换好像就没接了，就转不了了。好，那下一阶段的话是和伙伴获得15颗星星，捕捉25只不同的宝可梦哦，不同的获得星星沙子10000。好，那这可能隔天再解吗？完了，这个可能就晚一点，晚一点再录。好，那差不多就先这样。我完成了25只不同的宝可梦。沙奈朵，它一直动。这么远哦！抓到沙奈朵了，海星星，
25个球，然后完成奖励是一个星星碎片吗？5000经验跟2500星星沙子。哦，这样没了吧？宇宙之极。OK， 那就这样完成啦。还有什么吗？好，那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